我今年出了一隻歌曲，就是自己有份作曲填詞的，很正能量的歌曲啦，都是講我們每一個人沒人完美的，但我們必須要愛自己。嗯，掌聲啊，聖誕快樂，新年快樂，這邊呢，好想多謝一下我公司，因為其實今年呢真的自己很努力啦，做了很多事啦，但是都很需要有一班團隊在背後 backup 我自己的，很多謝我公司 New Way Star 所有的上下同事，甚至乎今年2014的年底都幫我搞個畫展，所以在這裡很感謝策劃這個 project 的 Fly 啦，很多謝他 Tommy 啦，今天來了啦 Gary 還有 Alice 還有New Star 上下的所有同事和媒體都很支持，很多謝你們每一位，很多謝 Eric 都是無條件地支持我，很多謝你，都是超 B， Thank you， Thank you， 唔該曬 Ricky， 蘇豪啊，仲有，係多謝埋你 ，Thank you， 咁啊亦都代表住咧就係 Ricky 黎美賢咧 crossover 咧就係 Eric 嘅人體彩繪展覽咧正式咧就係展開我哋嘅序幕啦，咁啊喺西九龍中心嘅八樓溜冰場隔離咧就可以見到我哋呢一幅咧，或者係好多幅咧有 Eric 嘅作品啦，好呢、這個、時候啦。不如咁啦 ，Eric 啦，企側邊啊 ，Ricky 我哋又企側邊啦，我哋一齊做一個簡單而隆重嘅揭幕儀式。噔噔噔噔，我哋擺過嚟中間位置好唔好啊？我哋擺過嚟中間少少先，好小心啊嚇，慢慢。咁啊，當中亦都可以。好靚㗎。好靚㗎係嘛？好 ，Eric 咁我哋一齊咧做三聲咧，我哋做一個揭幕儀式啦，好嘛？我哋拎開就得㗎啦，好。好。呢邊九睇唔睇到？睇唔睇到位先？呢度呢度呢度。係啦係啦，好，三二。哇！好，見到有架車咧，喺西九龍中心啦。咁啊，亦都代表住啦嚇，嚟緊啊嚇，由12月28日開始，去到2015年嘅1月2日，每日上晝嘅10點，去到晚上嘅7點啦，喺西九龍中心八樓嘅溜冰場隔離咧，就會有 Ricky 黎美賢 crossover 咧，就係 Eric Ng 嘅人體彩繪展覽啦。再一次咧，恭祝大家咧新年快樂啦！咁啊～嚟緊啊！2015年嘅新年咧，希望大家咧開開心心啦，身體健康啦，咁啊可以多啲創作啦，喺西九龍中心呢度咧多啲見到大家嚟到呢度行街、睇戲、玩、食飯 ，OK 嘅。係 ，Ricky 有咩新年願望咧 ？Ricky 有，首先再一次多謝西九龍中心咁 support 我啦 ，Thank you Amy。咁啊，嚟緊出年咧，希望再做多啲唔同歌曲，帶多啲音樂方面嘅嘢俾大家，咁希望自己真係再一次再有一個大嘅躍進啦，喺出年啊，都會試多啲唔同嘅歌，快歌慢歌都希望帶多啲好嘅音樂俾大家。好，咁希望嚟緊啊，再一次咧多啲喺樂壇上面見到 Ricky 嘅出現啦，好嗎 ？Thank you， 唔該曬 Ricky， 唔該曬 Ricky， 都唔該曬咁多位現場嘅朋友，新年快樂！